它的葱很香、很脆、很新鲜。嗯，那我的妈呀，好好吃啊！嗯哼，真的好好吃。这份多少钱？124吧，非常物超所值，尤其吃完一定会饱，真好吃。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看什么看？就是在说你啊！干嘛那么凶啊？哎，你找我干嘛？你找我干嘛？大家欢迎收看《民生调查局》。好，走，那我们吃饭。OK， 这个非常突然，就是有一个附近的学生要，就是很临时约的一个拍摄，这样子。就是结束之后，我们拍《民生调查局》，大家可以期待这一支影片。然后我们要去吃复兴高中附近很厉害的在地美食。OK， 那我们就直接 go。来，要跟我们出去吃饭的同学是 OK。一二三，就是知道在地美食的嘛，对不对？老好吃了。来，好吃程度几分？10分。十分。你今天要介绍的有什么？葱抓饼跟饭碗屋。那不然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去。这句话也是废话。这是复兴的同学都一定会吃的吗？放学都会去买。一定会买。基本上都会。OK， 所以我等一下过去会不会看到一堆复兴在那边，就我进不去这样？应该不会，因为他们都已经走了。OK， 那有人说复兴是美食沙漠，是真的吗？确实。哎，等一下，同学带我们来到两间葱油饼，它不是叫两间葱油饼，而是我们要去两间葱油饼。那葱油饼一个是阿 Q， 对不对？对。阿 Q 有什么可以介绍它的吗？你觉得它为什么要介绍给我们？因为它很便宜，然后好吃。好吃，好。然后它是一个阿妈在卖，看起来是这样。那不然叫我们先过去点好了。好，来来来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哎，你的这个还会先炸一遍哦。对啊，我的葱会那个这样子比较好啦。嗯，就不会在里面烂烂的嘛，对不对？不是，这样子也比较健康嘛。嗯。杀菌。哦，你说葱先炸过一遍，杀菌之后，然后再包进蛋饼里面。哦。哇，好期待哦，感觉很好吃呢。哎，你的葱油饼跟人家真的不一样呢。你看，蛋跟葱跟饼皮分三个步骤去炸。对呀。你做这个做多久啊？1年多了。为什么会想来做这个？因为离家近。哦，也住北投。为什么是葱油饼？自己就喜欢吃吗？因为之前那个发财车的葱油饼卖得很好。哦，是是是，有一阵子是这样，没错。对啊对啊，所以我想我就搭顺风车。嗯，感觉阿姨平常就很会煮哎，不止这个吧？我之前都是在大饭店做厨师。嗯，真的？对啊。那我就说我看人看得准吧。你看一个葱油饼居然分三个步骤做，这个追求就不一样了呢。而且这边应该很多学生的客人啊。我的最小粉丝都是4、5岁的呢。哎呦，4、5岁。那真的以后可以说我吃阿姨的蛋饼长大的。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蛋饼饼皮的部分，听一下那个声音哦，听一下那个声音哦。嗯，它是很薄的蛋饼皮，很薄很脆，然后很 Q， 对，不是那种薄脆皮的那种感觉，薄薄脆脆的皮，它是有韧性的那一种。对。然后外层有一层酥皮，里面是软的，不油。推不推？推。评分。我现在要吃到蛋了。它的炸弹葱油饼的蛋跟有些的蛋不一样，就是它是熟的蛋，它有的是会用糖，有点蛋黄不熟的那种感觉。那它不是，它是全熟的，然后它的葱很香、很脆、很新鲜。我的妈呀，好好吃啊！嗯哼，真的好好吃。9分，9分、啊，9.5，9.5。北投来的时候好不好？嗯，我这家葱油饼真的要吃，一个阿姨在卖的。OK， 我们现在吃完葱油饼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吃。饭碗屋，好 ，OK， 谢谢。来，同学有推荐的吗？你看一下，你们平常都吃什么？还是这样子，你去把那个菜单撕下来。没有吃，你把菜单撕下来。好，欢迎。有吗？你们平常都吃什么？我平常吃明太子干贝酥。哎，我刚刚也在看这个，哎，很好吃，我觉得很好吃。我朋友他们好像都吃日式炸鸡。
日式炸鸡，因为我也想吃明太子干贝酥。它还有套餐哦，薯条加一杯饮料嘛。对。哇，好强哦！我天哪。哎，这是你推的，然后你觉得它好吃的点在它很特别，还有什么？它的料蛮多的。可以看一下吗？它这个里面是干贝。对，还有明太子酱，然后蛋。还有火腿。对。来，俊明浅尝一下感受。这薯条很特别。薯条。这薯条很特别，它很烫。刚炸好，你废话。但因为我觉得吃一个食物主要要看它的副餐，一个 set 副餐如果没有灵魂就不屌了。而它的副餐刚刚好，正好，我觉得炸的酥脆，里面是软的，吃起来很有成就感。重点是它的薯条很大份，原本看到价格我还担心有点小贵，但整个加起来再加上蜂蜜柠檬，物超所值。这份多少钱？124吧。公道的，公道的，不用塞。高级又便宜，明太子、干贝、饭团里面加这两个东西，绝对超过200块以上。但是它炸过了这个干贝之后，再加上明太子的这个酱，旁边的那个午餐肉，再加上那个蛋，全部都是有设计过的。它不是只是单纯的煎蛋，它每一个材料都有用心，所以124块我觉得非常物超所值，尤其吃完一定会饱，真好吃。它的饭是一颗一颗的，不是那种软软糯糯的那种饭，口感是蛮好的。OK，Anyway， 反正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北投之旅啦。感谢同学，感谢同学，好不好？之后如果假设来北投可以吃这些东西，然后我们有机会再开箱其他给大家看。就这样，哎，我这边留言这影片就是最后一支哦。我明明就有剧名，OK。我剧名就是。再见，拜拜。QD 口袋行动电源你还没买？比手机还轻啊，可以当手机支架，颜色随你选，小小一颗有5000毫安时的容量啊！为了带一个行动电源出门，居然还要背包包，就告诉你了，这是口袋行动电源，放口袋，放口袋，原价1090，各路平台，猫猫、PC Home、虾皮、乐天、东森，特价790块，但今天价格通通给大家打下来，690元啊！你啊我，690元，再搭上一颗原价590块30瓦。的氮化镓迷你快充到斧头，590块加690块加60元的运费，总共不要算不要算了，卖原价我还出来混个毛啊！第一次开团1200不用，1100不用，哎，来你不要再喊了哦，厂商在吐血了，990块免运费，单组免运费，我给你省多少钱？341，记住限时10天，只有在 IG 连结、限动的连结、YouTube 资讯栏底下的连结点进去，才能够获得这个优惠价。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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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剩8天是不是？不是，要剩最后10组啦，紧的啦，阿娘喂。